蓝星的一切故事都要从太古时期的一场天地大碰撞说起。45亿年前，推亚恒星撞向地球，大爆炸之后所形成的残骸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颗崭新的星球，人们将其称之为月亮。从此，日月同照大地，一场漫长的生命演化之旅就此开始。42亿年前，在月亮对地球引力的作用下，地球的自转速度逐渐降缓，四季开始更替，并且在月亮的潮汐作用下，原始海洋将出现有机生命。25亿年前，大氧化事件，由于海藻类植物的光合作用，导致氧气迅速增加，温室气体大量减少，一场长达3亿年的休伦冰河时期到来。21亿年前，大规模火山爆发，温室气体重新增多，地球从冰天雪地中解封出来。16亿年前，海底出现真核生物，生命开始有了无限的演化可能。11亿年前，罗迪尼亚大陆形成。3亿年后，在雪球地球事件中，大地再次被冰封，不过这次却将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5.4亿年前，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生物史的宏伟帷幕就此拉开。此时陆地依旧一片死寂，但海面之下却已开始上演弱肉强食的生死决斗。5.3亿年前，身披铠甲的三叶虫与拥有倒钩尖子的奇虾展开矛与盾之争，最终身长2米的奇虾以绝对优势成为第一代海洋霸主。5.3亿年前，脊椎类动物祖先海口鱼登场，日后雄踞海陆空的飞禽走兽，制霸地球的恐龙，乃至人类的出现，都要从这条拇指大的鱼开始。4.8亿年前，奥陶纪来临，以板足后为主的薄肢动物开始制霸海洋。4.5亿年前，奥陶纪生物大辐射，海洋生物再次迎来空前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一场旷世天灾正在宇宙中酝酿。4.4亿年前，伽马射线暴袭击地球，85%的物种消失，史上第一次物种大灭绝事件——奥陶纪大灭绝爆发。幸免于难的物种，在漫长的复苏中，进入到了古生代的第三纪滞留纪。4.23亿年前，无脊椎动物鹦鹉螺的进化体菊石重甲登场。4.2亿年前，盾皮鱼拉开脊椎动物的崛起时代。同时，植物成功登陆，大地开始出现绿色，这为后期的海洋生物登陆提供了重要的食物条件。4.1亿年前，布隆渡海蝎放眼陆地，成为了第一批登上陆地的生物。4亿年前，属于鱼类大爆发的古生代第四纪泥盆纪到来。3.76亿年前，第一只脊椎动物肉鳍鱼登陆，生物的发展史迎来宇宙性的突破，人类的祖先极有可能就是这条勇敢登陆的肉鳍鱼。3.75亿年前，地球开始剧烈晃动，海底火山和地幔柱喷发，直接造成史上第二次物种灭绝事件——泥盆纪大灭绝爆发，75%的物种就此消失。3.72亿年前，植物蓬勃发展，导致氧气过剩的罕根堡事件爆发。3.55亿年前，高浓度的氧气使昆虫的体型不断变大，一场属于巨虫的狂欢——古生代第五纪石炭纪来临。3.5亿年前，板足后直墨蚁希伯特后与打不死的小强蟑螂登场，同时身长近1米的巨脉蜻蜓一飞冲天，生命首次征服天空。
3.4亿年前，2.7米长的史前大蜈蚣轻松成为石炭纪的超级霸主。3.2亿年前，羊膜动物诞生，和弓纲与蜥形纲之间的争霸即将开启。3.05亿年前，高氧、寒冷、干燥导致森林火灾不断突发，最终随着石炭纪雨林崩溃，巨虫时代就此宣布落幕。3亿年前，第一批爬行动物出现，最后的古生代二叠纪到来。2.9亿年前，鲨鱼家族中著名的妖孽长着锯齿样牙齿的炫齿鲨在海洋中大杀四方。2.8亿年前，昙花一现的盘龙类代表异齿龙称霸二叠纪。2.74亿年前，奥尔森灭绝事件爆发，短暂的盘龙类统治戛然而止。2.6亿年前，有着庞大兽群的水龙兽与大型食草动物盾甲龙先后亮相。2.59亿年前，峨眉山暗色岩事件爆发，一场持续600万年的火山大喷发开始。2.51亿年前，西伯利亚暗色岩事件爆发，又一场近200万年的火山大喷发开始。95%的物种在漫天的火山灰与焦土中倒下。第三次物种灭绝大事件，二叠纪大灭绝正在残酷上演。2.5亿年前，大地开始颤抖，地球即将迎来最重量级别的统治者。中生代第一纪、三叠纪开始，恐龙王朝拉开了序幕。2.34亿年前，卡尼西红蜥事件，一场近200万年的大雨，将干旱的大地变成了更易于发展生物多样性的森林沼泽。植物的疯长为恐龙和维鳄类生物带来了壮大的绝佳奇迹。2.3亿年前，南十字龙诞生，恐龙时代开启，同时哺乳类动物出现。2.2亿年前，早期的大型恐龙半龙出现。2.15亿年前，体型可长21米的秀拟鱼龙出现。2.05亿年前，湖泊中的顶级猎食者狂齿鳄出现。2.03亿年前，大量不明原因的岩浆从地面喷涌而出，森林被大面积烧毁，食物链的基础遭到重大破坏，从植食性动物到顶级猎食者都在饥饿中艰苦的挣扎。最终 76% 的物种在第四次物种大灭绝三叠纪大灭绝中消失匿迹。2亿年前，中生代第二纪侏罗纪开始，恐龙正式统治地球，体型最大的海洋恐龙蛇颈龙成为侏罗纪的海洋之王。1.99亿年前，翼龙横空出世，脊椎动物第一次拥抱天空。1.6亿年前，最早的真兽类哺乳动物伟大的母亲中华侏罗兽出现。1.55亿年前，侏罗纪时代陆地食物链的顶端异特龙出现。1.5亿年前，身长最长的陆地恐龙梁龙出现。1.45亿年前，中生代进入第三纪白垩纪，恐龙地球霸主的地位达到巅峰。1.14亿年前，水陆两栖战斗力爆表的棘龙出现。1亿年前，高达几十吨重的阿根廷龙即将刷新波塞冬龙的陆地最大体型纪录。7500万年前，中生代海洋霸主苍龙出现。6800万年前，风神翼龙制霸天空，同时角龙科中最著名的三角龙登场。6700万年前，残暴的恐龙之王霸王龙诞生。6500万年前，史上最惨烈的一次大灭绝事件白垩纪大灭绝爆发，称霸地球数亿年的恐龙遭到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幸存下来的哺乳类动物与其他物种再次迎来一场长达几千万年的复苏与进化。而在这个过程中，灵长类动物将幸运地被大自然选中，于是新生代中最大的生命奇迹也就此拉开了帷幕。